那我开疾跑了，好，但是这个小带，干嘛？够他，在小兵后面就好。我在小兵后面不会被勾，他们打不过我。有什么英雄必出狂风？好像也没有那种 B 出狂风的英雄。 女警有位移，她可以舍弃狂风，直接无尽，对吧？第一件无尽。他推荐没不快的技能，这一下红刀先刮他，他有点伤了。 现在就只剩我们了，我操！就是说，那狂风如果狂风不那个的话，就这样子。我们下路永远是有线条的，要不被勾。就不想，就设计师不想让人出狂风的那个。刚说完他怎么？哎呀，M 说。 这张嘴是不是不太对劲？我刚说完他就对劲。因为女警其实挺吃无尽的，说实话，女警挺吃无尽的。你出不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出不了。 出不了狂风，那厄斐琉斯就只能舍弃这个位移。他们要控制，他们得特平本，下路控两波去。哎，等下下路过来了。 他们去韩服偷师，现在韩服已经改版了吗？没有吧？哦，在测试服好像。 应该在那个测试服应该是改。别打了，我下路三波线，我在哪里回家？我特别回家，下路。我有疾跑的，打起来可以，最好是等我换成红白刀的，红白刀应该是好一点，赶紧出刀。 还行啊，他这波，哎，我帮他丢那把枪好像没有挡住吧，丢了一个白刀 Q， 把准备帮那个风女挡一下的，挡一下勾。谢谢刀哥，感谢刀子哥的小鬼飞机，谢谢大喜大喜，爱你哦，刀子哥。 再打一个。
我直接灌，我直接挠大吧。如果我们对面没那种血量很高的，你就做重伤的大青鱼，那效果还更好一点点。 知道为什么这个版本厄斐琉斯这个版本厄斐琉斯可以不用做攻，就是不用做那个叫什么？不知道三点，明天休息一天吧。明天过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休息过，那我该休息一天了。开个不见了，他是中路。打死了，我还取到。好在扫把吃了我一把毒。哇靠！我的人头。 这个瞎子还不吃我的兵，好人呐！现在打完了就是该有 Q 复议啊！为什么还有人是负 W？ 还有人是在我直播间是教别人是负 W？ 好像可以。 开疾跑了，好，人要嘎了，好像还可以推啊。 我感觉断一，剑打你怎么都不掉血？ 把个飞轮，再举个，够了，把个飞轮，开个，这9个飞轮怎么？我这个飞轮 A 一下他，他可能会，我 A 一下他，他可能一半的血就没了，我19个飞轮。 但是他们不出来，我已经，哎，还有我们队还有个塔姆啊！好，打到现在我都不知道。啊，怕。 排到一把正常的队友，那赢游戏真的是太简单了。换刀，哎，想踢我，不给机会，想踢我这个不存在的。